Hello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拍一个广告，具体什么广告呢？你就知道了。然后我在化妆准备，一会儿就开始了。你要把哈欠和全员。就是，你看我在打哈欠，你也会打哈欠。我现在就想看见大家都是站一排这种打哈欠。你今天几点钟起来？6点左右。昨天3点睡，然后晚上还要赶飞机，坐一晚上的飞机，第二天早上又直接下了飞机就开工。想想，完美。好了，工作了。你有没有去看蜘蛛侠？不要提这种伤心事情。在组里面没办法，因为每天戏比较满，然后等我真的空了的时候呢，我就想睡觉。一直没有去看复联四，我就一直没来得及，然后就想想，然后蜘蛛侠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又想说还是想看千与千寻，前两天不上，我就想看，然后都没有时间去看，是吗？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，但是空下来太累了，就想躺在床上，什么都不想干。那你现在知道谁死了吗？在复联里面，现在已经过去了。不要！现在已经过去3个月了。不可以。我因为我准备等他在那个网上出来的时候再看。就是那个谁跟那个谁死了。不要。木头人吗？这是。这边有没有你最喜欢吃？这个东西只可远观。不可吃。你先一脚。就当我没有吃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看。是吗？给那个粉丝也吃一个。啊，不存在的。Hello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星旭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正在午饭时间，他们就把这个机器架在了我的面前，然后给大家看看他们在干什么。因为他们在吃饭，所以我一个人就在这默默的看着大家，然后默默的。唉，很卑微，没有办法，看他们吃的很香。这是我最爱吃的，每次来上海一定要吃。小龙生鲜吗？对。那你有没有吃他们新出的小龙虾的生煎包？哎，有没有买小龙虾的？没人理我。这个真的是龙虾的，我居然真的吃到了，好吃。好吃吗？这个真的是小龙虾的。好卑微。
哎呀，崩身上了！你看，哦，真的呀？真的。尴尬。就是拍照这个小姐姐亲的，我要把这个关键的拍下来，这是我清白的证据。你别把上面下来，他得包住我吧？不是，我是这样立还是？你就正常，就是你现在是一个高冷的男神，然后就是有我是上赶着亲你，所以你没，你要斜一点，不然很丑。他，确定啊？啊，完美！乖了，好像没有乖，但是感觉嘴巴没有嘴的感觉。